个。够。哥哥，小池姐姐来了。对，小池来了，又走了。你不是不想见他吗？我，曾向阳，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就可以窝在被窝里头不出来。你活在世界上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，你还有亲人，还有朋友，你的事儿是大家伙的事儿。小池那么远从天乐赶过来，你都不见他一面，你知道他心里头有多难受吗？是，他结婚了，他对不起你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一个人在那样的环境里头，他又容易吗？我是怪他结婚了吗？我难道不知道他一个人不容易？可是他过得幸福吗？他要是过得幸福，我也就为他祝福。可是你知道他嫁给谁了吗？于百家。于百家写信告诉我，那钱是他讹走的，为了办他跟小池的结婚证。这些我都认了，我不在乎。可是于百家为什么要骗我？他可以大大方方的告诉我，他要娶小池，要给小池幸福。好，那现在你都知道了，又怎么样呢？你不是说了吗？只要小池幸福。可是小池幸福吗？那条裙子，于百家为什么要送给张闹？我已经因为这条裙子坐了牢，我着急的是小池也会因为这条裙子失去一辈子的幸福。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你想的还是小池的幸福。向阳，那条裙子到底是不是于百家送的，现在还不清楚，你就不要再操心了。我现在需要你先振作起来。小池跟我说你不可能是强奸犯，我也坚信你不会做那样的事情。不管你以后是什么样的态度，我都会继续去找张闹。我相信只要我心里还有是非在，这世间的黑白就不会永远的颠倒下去。小燕，这是小池让我转交给你的喜糖，你让他替你留着，他记着呢。曾向阳，你不要觉得世上的人都对不起你，小池他不欠你什么。Thank you.
怎么没有脸吗？我是来感谢你的，张娜，我谢谢你啊！你办了件大好事儿，你把曾向阳送到大牢里。好，曾向阳那个强奸犯，他敢亲我老婆呀，张娜，这种人就应该死在牢里。哎呀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个混蛋，有本事！ 有本事你把我送大牢里！你这话说的，我怎么舍得送你去大牢里呢？我还要看你跳舞呢，张娜。以前我是没有多大的时间来看你跳舞，现在不一样，现在大家都不理你了，我于百家来捧你这个场，你跳舞啊，哎。 我给你买的那裙子呢？你把裙子穿上呀，那裙子配你穿。你给我滚！你还好意思跟我提那个裙子？都是那条裙子把我害成现在这个样子的。我怎么害你了？那裙子在你这儿很低气的。再说了，那会我送你的时候你不也收了吗？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人。你行，不穿裙子就不穿裙子。你这个样子也挺好的。张总，这是戏服，这是舞台上无穷化的戏服，你穿上这很好看。你跳起来，跳起来啊！滚！你给我滚！我是大王，我在冲上。 我不是畜生，随便你怎么动你，别动我，动你！闹什么呀？你闹什么呀？你们女人呢？你们就是犯贱，贴心贴肝的对你们好，你们不要，你们非要往那个强奸犯的怀里钻，你说你们是不是犯贱？啊？ 一个个的全这样，还什么爱人？爱人爱他们什么爱人？爱什么是爱？什么是爱啊？张总，你说我于百家对他难道不是爱吗？我贴心贴肝，我贴着他的肉。 我都不能碰到他的心呐！我早知道是今天这个样子，我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儿把他娶回家呀？他上床还要给我戴个口罩，奸货，全是奸货！ 我告诉你，你别看我这个样子，我不是好欺负的。娜娜，你听我讲啊，我老婆她不要我，我还不要她了呢。你就不错，我要你，你只是我心目中的无穷。娜娜。 你的舞蹈才华那么的好，我是爱你的，我一直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不要理萧瑟那个王八蛋，他说你是破鞋，他是个王八蛋呐！这种人他迟早会把你踹掉的。只有我于百家真心，你是无穷花，你不是破鞋。把我换上，把我换上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给我滚！ 于百家，于百家，你给我醒醒！给我醒醒！哎！哎！
你给我滚！你把这，你给我滚！滚！你再不滚，我叫公安了！你叫！反正我是不在乎的，你也千万别在乎。哎，别！我走还不行吗？我走。闹闹，我们这也算春宵一宿。滚！后会有期。 山河啊，你怎么又来了呀？听说芳芳又丢了，你就别操心了，孩子找到了。找到了？啊，那他人呢？在小燕家呢。 哄了半天也不跟我回去，你说我这个父亲当的，连自己孩子都照顾不好。要不然，我来带芳芳吧。那不行，你呀，还是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吧。我已经欠吴生和两个孩子够多的了，我不能再把你的生活也毁了呀。 就毁了。山河，山河，嘿，这家伙！ 我说你这个婆娘啊，就像那割成了九门胎，不打不松。我呢是最分明的火车头，就是有时候那喝点酒，上两头，哎，冻上拳头。你以后啊，你别老跟我较劲啊！就像你这么死犟，那日子还怎么过呀、啊？是不是？坐吧。哎。哎。 哎，这酒劲儿格外的甜呐！尝尝我媳妇儿做的菜，好吃。爱国。啊。你喝吧。 臭娘们，你敢休了我？不是休，是休息。爱国，我累了，你也累了。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。我实话告诉你，当初我嫁给你，就是为了救曾长风。是我不好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错了，我们分开吧。 你娘的跟我这拽文，什么对呀错呀的啊？说到底你就还惦着一个曾长风的，我没说错你吧？啊？想当初，你们老赵家为了把你嫁出去，哄着骗着愣把你塞给了我，现在怎么着？想把我一脚踹了？我告诉你，没门！看见。 感情这是吃的散伙饭啊！我他娘的吃的还挺香的，赵山河呀、啊！
我这辈子遇上你，我算是认栽了。你敢不认，你老说你委屈，你委屈，我就不委屈了吧？你这人背后怎么笑话我吗？都说娶了媳妇就有奔头了，可是我有什么奔头？我现在连个孩子都没有，我上个班都不安生，我就怕你在家给我戴绿帽子，你知道吗？ 回来的路上，沿途那一站站、一洼洼，都是春天的田野。人们都说那是希望的田野，可是，在我的眼里，横竖他娘的就三个字儿：绿油油。既然你这么委屈，你还留着我干什么呀？杜爱国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放过我行不行？ 回来了，哎，想不想我？嗯，哎呀，大白天的，别这样。怎么了？我自己的老婆，我碰一下都不行啊！哎，赵老师，你别觉得我老惯着你啊，我早知道是这样，他妈一脚把你踢到张云龙那里去。 我让他拿着大棍子在后面赶着你，我看你还装不装？我忙了一天，你也刚回来，吃点东西，早点睡觉吧。你给我回来！睡什么觉？我也想睡觉。可我老婆戴着口罩，我睡不踏实。那口罩里面会有什么呀？啊？曾向阳的吻吧？啊？那曾向阳那是嘴上涂了蜜还是涂了药啊？ 短短一会儿的功夫，你能念念不忘到现在？曾向阳吻了你，我连吻一下都不配。我是你丈夫吗？啊，你是不是当自己是曾向阳的老婆呀？啊，不不不不，是爱人，对吧？爱人，你是不是现在还爱着曾向阳？啊，你告诉我，我在跟你睡觉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想的也是他？是，我现在还爱着他。 我想留着他的吻，我和向阳相爱过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当初，如果不是你要跟我结婚，我根本不可能跟你在一起。这次，是向阳不愿意见我，如果他见我，我肯定会告诉他，我爱他，我还爱着他，我会永远的爱着他。我是贱货！ 对不起，小陈，对不起。 我不是故意的，我，李白家，你终于露出原形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小池。你打吧，你就算打死我，我也爱他。你爱个屁！那又能怎么样呢？啊，你现在已经是我老婆了，时间回不去了。至少我没亏欠过他。 爱上别人，那是他的权利。好，你说你没亏欠过他啊？你没亏欠过他啊？来，来，赵池同志，来，你给我坐下，听好了，看你有没有亏欠过他啊？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啊，你肯定不知道。看见没有？都是信啊。 你老老实实给我坐着听，我给你一封一封念。向阳，下乡已经10天了，每一天都是挑粪、种庄稼，我从来没有干过这些农活，好累。但是革命的锻炼，也许就是这样的吧。我天天给你写信，
可是从来没有收到过你的回信，也许是邮递员弄丢了，也许是村干部看我的信多给我扣下了，没有你的消息，我心里好着急呀，周小池。还有呢，向阳，你好，一个星期没有给你写信了，你等急了吧？ 这是因为我们开始抢收稻种了，每天都劳动到晚上七八点，时间非常的紧张。打下来的稻子要在谷场上晾干，金黄的一片，漂亮极了。向阳，自从百家上次烧毁了你的消息之后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现在心里再也不闹得慌，干活也不觉得累了。我觉得你很快就能找到芳芳了，然后到农村来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。我想象着我们见面时的情景。 也许是在宿舍门口，也许是在饭堂门口，也许是在稻田里，也许是在打谷场上，也许是在林子里。周小池，明白了吧？周小池，现在心里什么感觉？是不是觉得有点冤啊？你对人曾向阳的情谊，曾向阳根本不知道。对，就是我告诉他，你的这些破信。 一封都没有寄出去，我就找向阳，告诉你，你走哪儿去？没那么容易。我告诉你，你是不是想找曾向阳去？啊，你想跟他说你在写信，对不对？你想跟他说你一直在等他，对不对？你省省吧，你别他妈不要脸的贴上去，你自讨没趣，自作多情。我告诉你，曾向阳现在早就不稀罕你。 人家现在爱的是陆小燕儿，他就算是在大牢里，也是和陆小燕儿在一起，早就没有你周小池什么事儿了。还看信？你还真能写呀，写这么多，真浪漫呐，真抒情啊！可惜都白写了，是吧？周小池，晚了。 一切都晚了，周小池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跟你说，从今往后你给我收点心，少出去给我丢人现眼，我还可以既往不咎。你要是再管不住自己的心思，管不住自己的腿。 是不是想跟我也打一架？怎么不吭声了？你这几天不是挺能说的吗？骂走了你爸，气走了你未婚妻。我以前就知道你的字写得好，没想到你的口才也不错呀。徐馆长，我想解除隔离。你想解除就解除啊？我想通了，想回耗子。 和大伙在一起，和大伙一起干什么？又打架呀？我给大伙往家里写了信，现在到了回信的时候。你的来信收到了，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，家里一切都好。你在农场里要认真改造，重新做人，争取得到全国人民。一封信念了八百遍了，大炮。 你别急，我有你的信呢。
妈，妈，妈，我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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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秀才啊，别干了，歇会儿，啊！别干了，别干了，别干了！好了好了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别干了，别干了！好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哎呀呀！别干了，别干了，别干了，歇一会儿，歇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！我见过这个事儿，这血溢攻心，一头栽下去就再也别想起了。你干什么？你他妈疯了！给我干活干活，兄弟啊，有啥事儿跟哥叨叨一声。你这样下去，一个人憋着，非疯了不可。你不会懂的。屁话呀！你不说我怎么能懂啊？啊，我又不是你肠子里的蛔虫。结婚的是小池，我看得出来你喜欢人家，那人家嫁了就是别人的，咱不惦记。可是她的丈夫。就是害我进来的那个人，啊！我都不知道我该担心还是该松口气。他能娶她，还负这个责任，好。也许他送那个裙子是有原因的，只是我不知道。哎呀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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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那这什么跟什么呢？你说清楚点啊！这事儿清楚不了，这是一笔冤枉债，是一笔糊涂账。大宝，不管你信不信啊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强奸犯，我根本就没动那个女人一根头发。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，是一个意外。那意外意外，你说意外就意外，你说误会就误会，政府能相信吗？说句心里话，你炮哥我都不信。李大炮，咋的？报告政府，大炮只是想打醒我。我没事，就是一点小伤。坐下。你别害怕，这回不罚你们。听说你收到一包喜糖以后，你就变了一个人，干起活来不要命似的。啊？这是劳动改造，是要从身心上去重新建设一个人。不是要搞垮摧毁一个人。你的身上的伤好治，心伤难愈啊，曾小阳啊。希望你以后能诚实面对管教的问询，也诚实面对你自己的心。徐管家，嗯，你跟大炮他们说的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也没什么，我还以为你会罚我背语录抄语录呢。那也得你怕了才有用啊，对吧？你告诉我，你最怕什么？最怕什么？最怕，我最怕亏欠。送你喜糖的人，你亏欠他们了？那是我以前喜欢的女孩，她嫁人了，嫁给一个我很不放心的男人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。
我怕有一天她会受到伤害，跟着那个男人不幸福。那天来看你的那个女孩呢？那天那个也是好女孩，她是我的朋友，我也欠她很多。这没什么好怕的，人呐，这一辈子还就活个亏欠。为什么呢？人呐，打一生下来就欠了父母的生养之恩，别人对你好，哪怕送你一粒糖，你就欠着一份情谊。这人欠你的，咱可以打掉牙和血吞，可以去原谅，去释怀。你要是欠人家的，那得还。可是你现在在这儿，还什么都做不了。唯一能自主的，只有好好活着，好好珍惜自己。只要活着，就有还的资本，总有一天能还上。人呐，往往不是为自己活着，而是为了那些亏欠过的人活的。这是必须的，回避不了的。哎，哑巴，你怎么天天有喜糖吃啊？啊，这是谁呀？三天两头想着你。大炮啊，这些你分给大伙吧，你公平。这些我留着，留给芳芳还有小燕。来，分糖分糖。哎呀，分糖喽！来。来，猴子，你看，这每年呢，在外边也就放开吃这么一回。我们村里哄孩子，也就是拿点那个甜高粱杆来糊弄孩子，就算是吃糖了。今天呢，咱沾了哑巴光了啊，享了福了。猴子，你怎么不吃呢？怕我下毒啊？我还敢吃你的糖啊！我怕你把我脑袋又砸一窟窿。吃吧，这回是喜糖。那上次不是啊？上次也是，只是这回我是真欢喜了。我要说猴子，你就该砸，拿过糖来就分，也不问什么事儿。这要是哑巴他爹又生了一个儿子来给哑巴报喜呢，那糖他能吃吗？他得揣到兜里，回到家里拿糖砸到他爹的脸上，败家子儿，我的家产又被你分了一半。好吃。曾伯伯，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。啊。我想把芳芳送到学校去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她是该上学了。明天我就去联系。我已经联系好了。啊？哎呀，燕子，你真是为我们家做的太多了。不过呢，有句话我是不得不说呀。有什么您就直说吧。燕子，向阳的这件事情，算是石头沉到海底了。他就是下十八层地狱，我这个做父亲的也该陪着。可是你呢？啊，你不应该搭上你的全部啊，你更不能为他背上坏名声。曾伯伯，我相信向阳绝对不会做那样的事儿，难道您不相信他吗？我怎么能不相信我的儿子呢？可是革委会说是铁证如山呢。曾伯伯，张闹这个事儿我问过刘老师了，刘老师说他们训练跳舞的时候有可能就伤着了，就是说张闹的那份医院证明其实不能作为向阳犯罪的确凿证据。你是说我就说我儿子不是强奸犯，他
他不是强奸犯，我早就说过是他们判错。曾伯伯，曾伯伯，曾伯伯，爸爸，芳芳，爸爸，你在这看着爸爸，我去叫人。爸爸，来人呐！爸爸，来人呐！曾伯伯，您感觉好点了吗？燕子，对向阳，你这个外姓人，比我这个做父亲的还要关心，还要信任啊。除了他的母亲，没有任何人对他这样过。曾伯伯，我对向阳的照顾，哪能比得上阿姨对他的爱啊？小燕儿啊，就算你爱向阳，你也要想清楚了。向阳没有前途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曾伯伯，您说的这些我想过千遍万遍了。您放心，我不会纠缠向阳。我相信他是无罪的，一定会出来。等他出来了，我就让他自己选择。只要他觉得是幸福的，那就好。长风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陆小燕儿，这是你赵姨。赵姨好。哎，哎，累了吧？快回去歇着吧，这儿有我呢。没事儿，我顶得住。傻丫头，你想顶多久啊？放心，这医院啊是消过毒的地方，谁想说我们的闲话都说不了。回去吧。那行，曾伯伯，我跟学校那边约好了，正好这会儿啊把芳芳给送过去。那赵姨，这就麻烦您了，放心吧。哎，那我们走了啊。小心点啊。哎，慢点啊。走了，赵姨。脚边落。
是。